言論自由空間收窄，報業嗰個生存係比較困難，而大警員仍然願意去投資，即係做一份即係收費報咧，我覺得係即係對言論自由空間嘅擴闊嚟講，本身就係好事，對新聞自由嚟講亦都係好事。咁我當然係樂見其成，咁我希望即係大警員都能夠成功咧，係打開呢一個市場，即係突破呢一個困局。